抱歉啊，不好意思。哎呀，没关系没关系，用不着道歉，而且谁都有不小心忘掉约定的时候啊。可是这样子害杨平剃光头了，真是的。那正好啊，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用上理法院，这样多经济实惠啊。一路也不是故意的，而且得靠救援的队伍竟敢跟人家赌说输了要剃光头，是他们自己太愚蠢了。你这么说我总算可以安点心了呢。哎呦，杨子长这么大了，已经一岁两个月了。看别人的孩子长得特别快呢。啊，怎么样？你想不想再生一个啊？不要开玩笑了，光一路就让我有的忙了。哎，可是说不定一路有个弟弟或是妹妹，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哥哥哦。怎么可能？坏榜样一个就够了啦。没龙笑了，杨平，都是一路胡说八道，这辈子我都不跟他说话了啦。可是就算是说谎话，我也会想一个比较像样的名字。没错，一点都没错，没龙一听就很假。杨平，我觉得一路他不像是会说那种谎话的人呢。我怎么知道啊？我爸说一路他很可能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难道是被伤光附身了不成？你说不定哦，一路被吃的东西附身一点都不奇怪耶。哇，这么一说我好想吃香瓜哦。没有生病怎么可能嘛。哎，我三不五时有在吃哦。哎呦，你不要开玩笑了啦，你吃的应该是菜瓜吧。是被人丢弃的小狗狗。哇，哇，好可爱哦。是吗？杨气小好像太大了耶。你真搞不懂猪仔的品味。算了啦，猪仔你肯定不能养的，又会惹你妈生气哦。好了走啦，你家不是有十只狗了吗？是十一只了，然后有九只猫，两只鸭子，乌龟五只，小螃蟹猪。哎呦，还有一只猪。哎，好，可以走了。起来的。不用了，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来不及了。果然是生死关头啊。那我现在就去把杨平抓过来。真的不用了。可是我根本没有帮上忙啊。这样就够了，也不问理由就答应我无理的请求，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你。大姐姐，而且还让你受伤，真的对不起。好了，那我要走了。
真的谢谢你了，一路。大姐姐，对不起，对不起。讨厌，我又不是天机品。一路，嗯，一路，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故意的，让我找这么久，你这个笨蛋。你才是笨蛋呢，现在才来已经太晚了，从现在起换我要跟你绝交。绝交先暂缓了。你真的被附身了，不过多亏了你让我想起来了这件事。梅洛，我想起梅洛的事了。啊，真的吗？杨平，你真的想起来了吗？嗯，没错，我现在就要去乡下的奶奶家。啊，现在啊？我马上就去，去履行我的承诺。一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啊？嗯，啊，可是没钱坐电车哎。钱的事包在我身上了，我刚跑回家偷了我妈的钱包出来了。啊，可是就算赶过去，梅龙姐姐说已经来不及了耶。她才不是什么大姐姐呢，梅龙她是一只猫。什么？猫？那种会喵喵叫的猫吗？你跟猫做约定啊？对啦，不行吗？没有，原来大姐姐是猫啊。去年暑假我妈因为可能会难产，所以提早入院，所以我去了乡下奶奶家。嗯，奶奶家附近没有什么小孩子，爷爷因为气喘所以也不能陪我玩，我闲得要命，每天都跑去奶奶家门前钓鱼。那你应该找我一起去的。有一天我照常去钓鱼的时候，一打开箱子，有五只湿淋淋的小猫，几乎都不行了，可是还有一只活着哦。居然把活生生的猫丢到河里，真是没有人性的家伙。总之我不忍心不管，所以就拜托奶奶收留它。可是奶奶不喜欢猫，又加上爷爷会气喘，结果要我把它丢掉。因为是奶奶，所以我不能违抗，可是我也狠不下心来把它丢掉啊。我就去要了一个本来要当柴烧的香瓜箱子，就在河边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地方做了一个猫咪的家，但是那就是一个木箱而已。梅洛，你喜不喜欢这个家啊？所以他叫梅诺，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很怪。后来的每一天我都会带吃的去给他，两个人一起钓鱼，一起烤鱼，从早到晚我都跟 Melon 玩在一起。本来很无聊的日子变得非常的快乐，所以我跟 Melon 约好，当我回家的时候要带他一起走，我要把他养在我家。梅洛，和我一起回家过生活吧。一定哦，梅洛，我们都要在一起哦。虽然说是约定，但是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而且就算是忘了我也不会很生气。其实这只是一件
算不上约定的小事。这怎么会是小事而已呢，大姐姐？杨平，你到底为什么没有遵守约定呢？是因为你爸生气的拒绝了吗？不是，是我根本没跟他说。啊！我一直到刚刚为止，完全忘得一干二净了，非常彻底的忘了 Melon 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啊？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记得那个时候，奶奶接到爸爸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杨平，杨平。嗯，你爸爸要你马上回去。啊，是宝宝已经出生了吗？嗯，不是的。奶奶，该不会我妈的。因为我妈妈难产，所以决定要剖腹生产，所以她打电话要我马上回去。回去的电车上，我也一直在担心妈妈会不会死掉。小弟弟，你怎么了？要不要吃颗水煮蛋啊？脑筋里根本完全没有 Melo 的存在。妈妈，妈妈，你不能死！妈妈，嘘。结果我妈的手术成功，妹妹也顺利的出生了。后来我就代替住院的妈妈照顾妹妹。因为我爸爸很迷糊，根本没有办法让人放心。杨皮，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哦。哦，害我忙得团团转。后来我妈出院了，可是因为妹妹变得非要我照顾不可才行，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重归小学生的日子。这么说起来，你有一阵子都不跟我们玩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一直到刚刚才想起来，我完全不记得 Melo 还有我跟他的约定。我真是扎气。所以杨平，你不应该那么严厉的指责我忘了约定的事情。什么嘛，那跟这个是两码子事。我忘了跟 Melo 的约定，所以不管 Melo 他怎么样的怨我，我都会花一辈子的时间来赎罪。但是你没有遵守跟我的约定，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也要花你的一辈子来弥补我。总之，因为 Melo 有事情想跟我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他才会附身在一路的身上。我才没有被附身，不过他很希望杨平能够帮他才是真的。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出了车站以后又跑到一路。嗯，大姐姐，杨平现在就要去咯，所以你要加油。梅龙，拜托你一定要平安无事。梅龙，我来得及吗？快跑啊，一路。哦，这里几乎没有车会经过，你要尽力的跑。有多远啊？用走的大概30分钟左右，跑的话应该15分钟吧。妈呀，15分钟，你怎么不早点想起来呢？真是的。少啰嗦，闭嘴啊。起码在我问你第一次的时候。都是你一直说什么大姐姐大姐姐，害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才想起来，你是个大笨蛋。什么嘛，又是我害的了，你自己都忘了快一年了，你还敢说啊你。我知道了啦，啰嗦。梅龙，对不起，都是我把你给忘了。梅龙，杨平，你不是很喜欢七爷八爷那个故事吗？啊，怎么了？你不觉得
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点相同吗？你这个大笨蛋，我们是人，没有他是一只猫。对呀、一路长颈鹿。糟了，我眼皮跳得好厉害。是这边吗？整整一年都会在同样的地方吗？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他一直相信我，他在等我来接他。梅龙，对不起，我来晚了，我来接你了。梅龙，梅龙，梅龙，啊！一直处在不断的恐惧当中，是杨平他救了我。还帮我做了家，教我捕鱼的方法，而且还陪我一起玩。真的好快乐哦，所以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些小孩，我是绝对不会去跟杨平求救的。这里一直是个祥和的地方，可是不久之前跑来了一只野狗，我曾经跟他交战过几次，伤势越来越重。当我觉得已经逃不掉的时候，突然想起杨平跟我的约定，才跑去求救。要是我们早一步到的话，没用的，我当初受的伤太重，不管怎么样都是没救了。本来已经放弃了，心想母子就一起死在这里吧。可是我又突然想到，这些孩子他们根本还没有尝过快乐的滋味，
所以才想到杨平。杨平是个快乐的人，如果能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快乐，虽然他对我很凶。可是一路现在怎么办？我只顾着我自己，让杨平他这么伤心的哭怎么办？一路怎么办？没事的，你放心大姐姐，因为杨平他可是男人中的男人哦。之后杨平继续嚎啕大哭不停，杨平的奶奶接到他妈妈的电话来找我们，连我也被骂了。我听说你要来奶奶家就跑出来找你，你知道我等得有多担心吗？你到底知不知道？不过因为杨平还是哭个不停，所以我就代表我们被骂喽。然后在河边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埋葬了 Mano， 最后非常辛苦地将杨平带离坟墓，搭上最后一班电车回家。这是约定哦，爸爸。是没错，可是没想到有三只。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遵守跟 Mano 的约定。所以爸爸，你也要遵守跟我的约定。老公啊，其实一只跟三只没有什么两样嘛。不过杨平，你要答应我不要再翘书法课了。啊，那如果一路去你就得去。什么？我也要去。クリスマスプレゼントを届けに行ったんだけど、相手の高人ってやつプレゼントに見向きもしないどころかオイラを嘘つき呼ばわり。ちくしょう。おい高人、世の中には一家に一つしか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えないかわいそうな子供もいるんだ。プレゼントくらい素直にもらってやれ。俺にとってクリスマスは父さんの命日なんだよ。